韩瑜脸书剧透，君临恋无望，网友一片哀嚎。韩瑜在三立台湾台八点台剧《金家好媳妇》中被郑仲英陷害，意外落海失踪，至今下落不明，网友多日不见他的踪影，纷纷在三立台剧脸书和 PTT 上敲碗询问韩瑜什么时候会回来。三立台剧粉丝团也特别自制一支全民招指林韩瑜是的影片，帮大家把五位可能知道指林下落的关键人物找出来，邀网友一起来大胆预测到底是谁会揭发这一切真相。在本剧的最新预告中，黄少祺与大牙周密佩在开车途中竟看见一名和韩瑜极为相似的女子，让他急忙回转追赶车子，不料似乎跟丢，因此无法确认到底是不是死去的韩瑜。韩瑜日前也在脸书上出与黄少祺合照，并写下燕君黄少祺是现在看到的指林，是一缕离不开世间的阴魂，还是存于心中的一抹思念。最后还写道：君临恋到此结束，只剩思念，让所有喜爱君临 CP 的粉丝心碎，纷纷涌入韩瑜脸书上留言：指林赶快回来报仇，好想念君临合体，君临恋不要结束啊。君临恋虽然很虐，好结果才是看下去的动力，不要只是怀念，要永恒。